觉得我好像拼错嘞，白的太少。老师，我是白色太少。就是不会啊，按照自己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大概这样就好。哎，你看这样就不对喽。老师怎么办？再换一个四块的，或是三块的。白色，白色三块。那边两块。再换一个白色。啊，那最安全就是都拼小的啦，最安全的都拼小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哦，太好了，是不是蛮像的？接下来做最简单的，这个就填满就好了。刚刚还发下豪语说五分钟就可以完成。啊，耶！评完了，还有牛，还有牛，牛的脚给你，牛有脚啊，啊，下面有两个脚，哎，红色的脚，好，我来拼脚了，我会挡到你们吗？给我写下来 ，Sorry， 啊，换一个三的，换一个三的。嗯，难怪我从小都不碰积木，我现在知道我有多不喜欢了。每一节都超累。这就是你刚刚说最难的。对，要不要先直接走走看，然后确定 OK 了以后，如果可以上这个房，我们再上。好。噔噔噔。不好走，不好走。哦，重心都放在下面，旁边。这个核心要平衡，哦，这是最难的，这是最难的。马戏团，哇！我这平衡要很好哎哈。好的，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嘞！你刚是什么边走边喷？没有这个比较晃，啊，是这个吧？对不对？不是我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不会，我手指头很有力。啊，我累了，我好累哦。那完成了，啊，耶，完成了！啊，来看一下，不错吧？耶，完成了。2021牛牛行大运，经理，评完了。对，很棒啊，五分钟那么长。差不多，好严格哦，少什么东西呢？哎呀，你不要看这个啦，没关系啦，创作有时候就是一些，就是你知道有一些意外嘛，创作就是有一些。其实我们要的也是让小朋友这样子自己有自己的思考逻辑下去创造，对，想要的呈现，不要一模一样，对，比而已，对，没什么意义，所以这就是你的成就，对，就是让牛的脸有点歪歪的感觉。牛的脸本来就有时候吃东西会歪歪的，对嘛，对嘛，谢谢谢谢经理。噔噔，怎么样？这是我人生第一幅乐高墙，大家觉得好看吗？从小到大，我记得有印象以来，我都不会去碰积木，就是积木一直不是我喜爱的游戏。但是呢，今天第一次因为这个打工换宿，所以我拼了一个积木墙。虽然大部分都是老师拼的，可是从老师教我啊，然后还有经理跟我讲解这个积木，然后我就是近距离与积木的互动，我发现其实它还蛮好玩的。因为我觉得换一个想法，就是它其实跟逻辑有很大的关系，跟数学有很大的关系。它你可以去算它剩几颗，然后你要去想办法把这些三个、两个、一个的东西去把它拼成拼满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就会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会蛮有成就感的，因为你好像可以让它这个更圆满的感觉。
那我可以去试着揣摩说为什么小朋友会喜欢，因为他们可能自己脑中有自己的想象力，然后他们可以把它建构出来，然后积木又是那种方方正正很疗愈，不管你怎么拼，你不可能拼出一个就是很写实的东西，积木都是会把你脑中想象的东西卡通化，所以我觉得这也许是小朋友喜欢的，然后也很符合小朋友内心的世界是充满了梦幻跟卡通，然后或是车子啊，尽管是怪兽也是会很可爱，就是变成积木每个人都会变得很可爱。我有流汗呢，我流汗了，全身性的运动，大功告成。接下来呢，休息时间了。我觉得很累，但是这个工作是可以运动兼乐趣啊，对对，是有玩乐的。就我觉得这样的障碍物是一个全身的运动，全身流汗，全身都要使用，对，还有头脑，很累。对啊，不简单。难怪你们身材都不错。游客的话就玩完之后到这边是。对，就是还可以从这里下去垂降，对，哇，这像飞虎队哎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刚好教练他等一下下去要帮你们把你们的装备卸下，好好，我觉得我顺便请教练示范一下，好的，好，弟弟，好，加油，安全着陆，哦哟，帅哦，帅帅帅，可以哈，帅，哇，这个飞虎队一定很帅的啦，来，要帅哦，要帅哦，一二三，哇，这真。有帅到，不得不说。今天去体验你们要做的这个事情，才知道你们做的东西有多么的危险。可是都是为了大家在付出这个东西，为了安全，所以你们自己踏入危险了。因为这边设计的很好，是它有很多不同训练你身体的机能，对对对对，有些东西训练你的手臂的力量，握力，嗯，那有像我刚刚有走一个那个独木轮，就要靠你身体核心平衡，所以我现在是满身汗。我觉得对，而且还会烧头脑，这种障碍物不是只有身体的运动，头脑也要动。没错没错，对啊，这个好东西。好，谢谢你带我们体验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这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那个慢慢那边还在工作，对，他还在弄。那想法跟我一样吗？对，刚好另一边还在忙，所以这里也。好 ，OK， 那我就直接带你们去玩那个大人版的溜滑梯。我不是去玩，我们去测试它的安全性。测试的安全性，其实最想玩的就是试试。走走走，去玩的，出发出发，动吧！哎呀，哇，好，一二，我的脚都发麻了。Go， 哇呼，哇，好快哦！一二。其实刚刚我在旁边数一二三，是不是？你懂我感觉了吗？自己不太敢。一二。三，哇！飞起来！哇塞！哎，你那个比较滑，成功了！你一个，你一个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不行不行！哎，你们俩怎么在玩呐？我们刚刚已经把该做的东西都做好了。可是我们其实在测试它的安全性。对，就是在我没有问题，小朋友玩绝对是 safe。OK 的 ，OK 的。我刚刚看那边那么大一个，你们全部都清完了。全部都弄完，清完了。我们本来弄一二楼，但是我想说你那边好像还没有好。我也以为我五分钟就会好。结果很比想象中难。对。你刚刚挣扎在哪里啊？挣扎在那个积木跟你想象不一样，因为它是方的，所以你要画一个圆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画？有顺利完成任务吗？有的。好，那太好了。哎，周大哥，哎，来来来。不知道您刚刚有没有验收我们今天的工作的成果？有，有吗？有啊，我们做的超详细的。你说他的做超详细？刚刚没有看到我做的可爱，有，我刚刚有偷偷跑去看，你就拼得很可爱，可爱是那个牛头是最歪的嘛？牛头是正常，哦，正常，正常，那好，有被修正回来。好了，反正都有顺利完成任务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是周大哥也非常满意我们的任务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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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是黑豆，黑豆，黑豆。哦，大哥，这个地方是您负责的吗？是，大哥怎么称呼？哦，姓蔡，蔡一豪。我们是请问今晚住谁家的节目？哎，豆子，为什么要用这样打？因为伊这吼是较早阮爸爸阿公迄代吼咧做的工会，对，
即嘛是讲现在拢是用机器在退休，对，真这是有当时啊会较细长的，就是伊成长不良的，啥物，我就来搬开车，慢慢用这个高环回来，回来做。成长不良的用这个，不利于机器采收诶。但是它还是可以吃。对啊，很漂亮啊，当然可以吃，一样啊。哦，想不想当个像当一下以前的人？想啊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。我觉得这个用手工手做的手打手打豆应该还蛮有意思。那大哥，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吗？好，好，来，哎，这来，觉得这看起来不简单。我先啊，请，我慢慢来试试看看好不好用啊。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出来，我大概知道，我有预料到会发生这些。大哥，你现在看到这种窘境的话，要不要再稍微解释一下，到底要怎么正确使用方法？对，外卖外卖，现在不是拍武打片好吗？这样会啊！哎呦，你是反向的，大哥有没有反向也是另外一个创意，创意啊！只要打到就好。豆子会不会都被我打扁啊？这样较早，阮阿公的时代可能头壳就巴落啊！哎呦，系啊，怎么那么笨呢？啊！我来这边被骂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啦，我们练习。方向问题。方向问题啊，还有要稍微拉一下，就这样。可是我有个问题呀，拉一下，我这样切两截，然后这样打就好。哎，对啊，哎，这个也是，也有啊，也有啊，也有这样，哎，也有这样。你这个方向最难哦。这种方法是比较轻松的方法，是哦，最不耗体力。而且你看，它可以站着，不用弯腰啊。对，就这样一直打，你抓到那个巧劲之后，对对对。来，可能换你，可能换你，试试看。好，要不要再挑战一个？来，外卖外卖再试一下。好。拉一下，后拉。对对对对，对啊对啊对啊！啊，抓到了抓到了！不会被打了吧？哇，哎，这个我有智商了哈！哇，所以他要平平的打下去，该平平的，平平的，换你了。平平的，运动这是一个蛮好的兵器，这是运动啊，对啊，运动。哎，你会耶，一次就上。打工王有没有看到？打工王。迅速上手各式各样的器具，那弄完也会用双节棍的吧？有点像三节棍，我觉得比起慢慢，你已经算是非常好了。对呀，我不知道我这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哥嘛，试试看这个小小，你可以练习先转他几圈，你就抓到了。哎呦，这才是打工哦，这很顺啊。嗯，我刚刚有抓到大哥的手势，其实你打的是平的。这不是要平的吗？是啊，对对对，他这样够力吗？这样子豆子不够力，不够，要用力。对对对，哦，对对，哦，有一种节奏 ，tempo 很重要，相当的，有一种节奏，黑豆就会下来，可以看一下这黑豆吗？哎，在。哎，下面都是豆子，那它都要光回呢，一些欧洲的，超香的，哇，好多豆子哦。所以刚刚把这个敲开嘛，豆子就跑出来。这很漂亮，你可以去做干燥花。哎，这个干燥花可以。对，来红啊。对哦。所以大哥，这个是从豆壳里面打出来的黑豆。它刚从田里哈拔上来，日晒完就可以把它打掉，哎，它就那假，它的果实露出来之后，那它是哎漂亮啊，慢慢这样很漂亮，干燥花，对，干燥花，对啊，上吗 ？OK OK OK， 好，那到时候再上一次。好，你们让你们就我先跟大哥聊，就是你们旁边给我打情骂俏的。很多人都说哦，做的很漂亮的是机器做的，这个刚好相反，对，凤梨酥反而那种完美的才是手工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哦，试试看，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品的感觉。它做出来就会每一颗都很漂亮。我觉得你们艺术家的那个思维真的好特别。酥皮饼干哦，在日记时代是算高档，高档的饼干，上流社会在吃的，吃起来啊很爽，很爽口。哇塞！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。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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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